肯定想不到让大小朋友馋到哭的辣条竟然是用豆皮和剩米饭做的。来点我在抖音商城双十一好物节，提前入手的可以用手撕猪肉条解解馋，瘦肉做的不干不馋还有嚼劲，手撕着吃更过瘾。抖音双十一爆款抢先购，好货低至9.9。想要买零食，我滑进入抖音商城或者直接点评论区。10月20号起，还有好多大牌好物放假，一件立减不用送，上亿神券更超值。